家好，我是悠悠小主播 Natty。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，今年的8月15号是国家放松日 National Relaxation Day。 快速而竞争的现代生活导致许多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状态，而且长时间积累的压力会影响身体和心灵的健康。因此，这个节日创意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放松身心灵的重要性。过多的压力容易造成情绪上的焦虑、烦躁、没耐心以及没自信，甚至还会将负面能量带给周遭的人。不仅如此，严重起来还会造成身体上的疾病，像是肌肉酸痛、心跳加快、血压升高或心血管疾病等等。因此，找到适合自己放松的方法十分重要。健康专家建议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，而且应该遵守慢、柔、伸、长、细的原则，才能真正达到舒压效果。另一个建议则是运动，特别是全身性运动，最能有效舒缓身心压力，包括游泳、瑜伽和健走。悠悠小主播 Natty 洛杉矶报道。